谢谢。我是童谣。听说你刚才把人家关门外了？我以为他是个送外卖的。送外卖能穿成这样，还抱一只猫？能，所以把门关了。没盛装打扮一下，真是对不起啊！真是可恶，连别人穿什么都要管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想说点什么。哇塞，连别人想什么都要管，这是什么可怕的人生？看紧你毛茸茸的小畜生！我问过瑞哥了，基地里没有人对猫毛过敏，所以我才把它带来的。有。谁啊？我儿子。成哥，你这不叫过敏，这叫食物链，你不能压抑一只小猫咪的天性啊。嗯。他的猫万一吃了我儿子怎么办？再买呗，买不起吗？你少掉几次分，少罚几次款，够你子孙满堂了。成哥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会看好大饼的，保证你子孙满堂。我能叫你成哥吗？叫爸爸多合适。我劝你做个人吧。你不是早叫了吗，矮子？快点。等等。什么矮子？大家萍水相逢，我劝你善良点好吗？做什么敌意这么大？因为我没想过未来队友会是个未成年。我22了，大学都毕业了。你的身高告诉我你在撒谎，微博删了。我不，谁让你先把我关在门外的？还说我矮，微博置顶了。孩子，上车。我的天，职业选手都开这个吗？怎么，坐惯了滴滴专车，自己不会开车门啊？不敢不敢，我自己来。成哥，我就去买个拖鞋，还有日常洗漱用品，随便去附近哪个商场都可以。不然呢，带你去家具城。真的吗？前两天春季赛决赛的时候，小月说你也来了。是啊。跟我们住同一个酒店。是啊。46楼。是。不是。哦，那天那个倔强的矮子果然是你。不是我。倔强的不承认自己啊，又倔强的不承认那是你自己。不是，成哥，你听我说，我那天不是够不着，是拿了太多东西沉手，所以才倔强。我要开始讨厌你了。你看我胖吗？快点，成哥，哪个好看？蓝色。我记得我刚说的是蓝色。直男的审美都是用来排除的，比如小胖。还买什么？一次性买完，别跟耍杂技一样。你刚快后价值。这不怪我，就剩下最后一双粉色，我刚刚好不容易拿下来的，结果原来那天在超市里面把水偷偷藏起来的，就是你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哦，你就是那个偷水贼。什么偷水贼？上面写你名字了吗？那是我先看到，我先藏起来的。那也叫藏啊？那怎么不叫藏了？在超市里面藏东西，你是小孩吗？我那是害怕先被别人买走。我那两天以为自己被一群矮子丧尸围城了，没想到是同一个人。什么矮子丧尸围城？队长，你好好说话。腿长了不起，走那么快。美颜摄像头。干什么？直播。小瑞，今天跟你聊直播 KPI 的事情了。嗯。你没跟他讨价还价？
用女孩子要早睡早起的理由，让她每月给你少播10个小时。45个小时和35个小时有什么区别呢？等你月末补直播时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没有区别。什么意思？就像你幼儿园的暑假作业留到最后一天拼命赶的样子。你说谁幼儿园呢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来自前辈的警告，这种善事我一生只做一次。你跑什么？你粉丝在拍照。拍照怎么？我今天都没好好化妆，怎么见人？而且我还没有在网上破过照片。你以为你的粉丝会好心给我开美颜相机吗？他还没有过来了。挡住了，千万别把我露出来。竖着可以，横着不确定。陈哥，在这里遇见你太开心了，能帮我签个名吗？陈哥，明师，你手还好吗？我看国轩说他手一直在治疗，是真的吗？陈哥，你真是好高啊！你在赛场上见到你更高。完了完了，这是要被曝光了吗？陈哥，这个是你女……他看到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上哪找一个女儿似的女朋友？是战队工作人员，陪我出来买东西。小姐姐长得好可爱。是幼稚。哎，小姐姐，帮我和陈哥合个影吧。走，合影，合影，合影。谢谢陈哥，你换我，给我来。谢陈哥，谢陈哥，不客气，谢谢陈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你这表情什么鬼啊？陈哥，你说我以后也会有这么多粉丝吗？他们也会这么喜欢我，争先恐后跟我拍照吗？前提是你得打进决赛。如果战队因为签了你成绩反而下降了，那么会有比这多成千上百倍的人来喷你，每天会问候你喝水有没有被呛死，外面刮风怎么没有把你吹跑，会争先恐后的把你挂在墙头。就像老 K 那样，你介意吗？要说实话吗？介意的话就好好打比赛。在电子竞技的世界里，只有强者才能得到认可。你刚来，一定会受到很多质疑。但如果你用实力来证明你能替代明神，不会有人多说你一句。可是成哥，怎么好像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你？因为我强。电子竞技里菜是原罪。走了。这世界很酷。